披上彩带，搭上吉普车，国民党基隆市长参选人谢国梁在立委江启臣的陪同下，从新思路出发，前往扫街拜票。各位好朋友，大家好，谢国梁小爱爸爸今麦哩宣传车顶，跟咱江启臣江主席，跟大家请安问好。谢国梁特别感谢江启臣陪他扫街拜票，希望催出更多的票。而对于谢国梁遭到其他候选人说是市政草包，江启臣说和他在立法院共事过，相信他的能力和表现。我对国梁的选情非常有信心，国梁绝对不是什么草包哈，他有经验，他比对手还早啊，就担任立委，也熟知地方跟中央的事情啊。这个我想是毋庸置疑的啊，那他对市政的准备，我想也是相当充分的。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他陆续推出种种关于基隆未来发展的政见，政见是可以拿来被选民检验的。我相信选民看完这些政见之后，他们可以来决定国梁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们对他是有绝对的信心。蒋万安也被称草包。我也被称草包，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抹黑的方式。那今天早上，我看到联合报的报道，首都客运的总经理亲自出来说明，2088是郝市长以及柯文哲市长，甚至还有林佑昌市长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9026则是我在2011年的争取，就好像江宜桦院长2014年争取到拍板。军港迁移一样，这些都是我们过去做的工作，现在就是一句话叫绿能我不能啊。而针对基兴案，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蔡适应10号前往基隆地检署按铃申告，谢国梁这样回应。这个是一个大家已经都很清楚，已经是旧的新闻了，已经被翻页了，我们提出来的说明也都相当完整。我认为第一个他是黔驴技穷，他想要转移黄国昌先生指控他施压国防部给黑道卖土地的一个焦点转移。第二个，我可能认为他应该是想要做一些相关的文宣，所以才用按铃申告来做一个理由，方便他印制一些抹黑文宣用。这个是我认为他的主要目的。那我明天早上也会去反控他诬告，因为这些事情其实都已经市政相当清楚，所以基检也不需要去打北检的脸，这些问题北检都已经相当的清楚。那他这样过做，在法律上有诬告他人之嫌。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